展示一下雪山大暴驴啊，超级单挑狮驼岭啊，全是细节，全是花招。我靠，这么强吗？伏战级别的地平，野生都强啊，不是千哥那只野生啊，纯宝宝，这宝宝十多万啊，这宝宝十多万。来175级的大坨子，3513啊！修炼的话是八修全满，满强身、满强壮、满神速，没会轮回贯通，技能全满，化圣九啊！然后原始种族是大能官府，这个号也不会转门派了，武器都减命中了，就是一个物理系的梦想。这把武器的话，992除以3啊，再加上个678，是一个1008。1008，然后的话双加62，再乘以一个0.77啊，加上一个1008啊，武器的话1055，属于神器范围啊，物理系的梦想，没化圣九啊，物理暴击加1.2，物理暴击加1.15，物野兽之力啊，全身上下除了鹰击就一个特技野兽之力啊。衣服的话其实还能再夹杂一个物爆啊，这样的话就能三件物爆，物爆几率达到6%。然后新经脉凌波城改版啊，狮驼岭改版削弱了物爆，但是增强了速度啊，属性来讲增强了啊。三防御的零式时段因为时没有问题，三气血的零式啊，现在的话三气血三防御啊，耳饰非常好啊，耳饰这个耳饰强了啊，这耳饰的话伤害国标14、14、12啊，伤害爆了8，速度爆了1，时段行为10。戒指的话下排的属性国标14，一个是爆了5，一个爆了2，一个7啊，7的话再加1是8。野兽完了以后就无限的飞机，然后也是163啊，163百分之第一次死亡的时候有70%的几率触发神用，可以找个治疗13的衣服带一带。看宝宝啊，这宝宝有点强啊，这宝宝八技能可以带高敏套啊，这只宝宝可以高敏套，这只宝宝是十多万，而且是十大多万的那种啊。然后雪山，现在雪山单挑都买这种地平了吗，大哥？22万买的啊，那他买的时候应该是比较贵啊。地听现在的话，这种宝宝的话17万应该是有的，因为这样的宝宝我有两只。须弥兽爵的价格有影响啊，须弥兽爵的价格会一直高，但是胚子便宜了。这单挑号太强了吧，这一个宝宝弄下来他妈17、18万。这只宝宝就啊、还好吧，这只宝宝是20000多。这只宝宝的优点呢，就是法资超高，速资超慢，资质超好，缺点没有出奇，有出奇屌炸天，一只龟速，一只高速啊，高速的话356加高敏啊400，这个100速比孩子慢，这只比孩子慢，这只比所有公宠快。12技能壁垒有反震有招架啊，这只跟伏战用的没有区别，伏战用的壁垒。技能跟这基本上一样，没有啥区别，但是有一点区别，但是没找到区别在哪，也没啥区别啊。反正的话换成钝器啊，会跟都差不多啊。这只耐虚啊，这只耐虚很屌，这只耐虚单挑啊能打过好几只宝宝啊。这只隐身啊，隐攻1.3的成长啊，双姿隐攻的宝宝单挑用的，一般PK 5v5应该用不到吧，除了他们自己的三公队。善恶8技能，这只善恶开局杀人善恶冲得够猛了，就是没有星月没有招架，带了个高级驱鬼套也挺舒服，杀人力皮能加战敌偷人，千速四息